8月19号打一把就能领皮肤哦，8月19号打一把就能领皮肤哦，8月19号打三把，送100封和神话精粹，直升黄金宝箱，宝箱升级，最高级宝箱加入近3年新皮肤和近3年传说皮肤，有50%机会抽到新皮肤，50%机会抽到限定皮。听说8月18号国服要上线御剑传说皮肤。感觉挺帅的。27岁想打 LPL，妈呀，这不是阿乐吗？你是不是没朋友啊？没人跟你玩，玩一把吧，刚好那个要约人。哎，西妹，颗粒，这里的颗粒是不是有点垃圾啊？兄弟，魔操！阿乐，阿木木，我是颗粒。我刚刚说不能找职业选手，但是他没问题，他不是，我装备了，我操！慢点，阿乐。啊，完了，我也变成买装备小兵。啊，没买装备呀、啊！没买装备怎么打呀？妈呀，买装备傻兵！完了，我的，再聊天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不买装备吗？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是你的问题吗？这还不是他的问题吗？阿乐在说啥呀，兄弟们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召唤之镜的这个吐口水呀、啊！这个吐口水是干嘛的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诺克萨斯的平原更漂亮。啊，媳妇儿，俺俩比气给那媳妇儿，俺你给，让，故意输吃利息，我们就故意吃利息。不是我犹豫了，妈呀，我不知道买哪个。节目效果，我没那么蠢的，兄弟们，节目效果你们知道吗？节目效果，故意吃，故意输，吃利息。乐哥下一个吗？Nice，350块钱，故意输吃利息，兄弟们。不是开麦呀，麦克风呢？阿乐。阿乐是麦坏呀，还是脑子坏了？阿乐怎么？喂，喂，我没进来，对不起阿乐。买了，我的，买了。哎，你怎么在玩2比2啊？出来。活动。OK。你在基地还是那个回家了？基地啊。啊？基地啊。OK，可以。我打野还可以，如果是你中弹的话，应该可以带等我。哎，等一下啊，那我看看啊。等一下，先把他杀了再回来，听懂？哎，阿拉，我们那个先 A 果子，杀劫，劫，来，打树，劫，打树，看阿拉，看，劫，哎，他怎么过来自己送了呀？什么意思这个人？哎。进圈，不用，没事，我吐了，没事 ，peace， 他有职业杀手，你注意一下，你知道职业杀手是什么吗？我操，好痛啊！你怎么死了？我死了呀！你别被那个圈烫到！不可能，放心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是2比2冠军拿了。那你为什么能说出吃利息这种话？哎，不是，别急，我那个在聊天，跟那个谁友在聊天，谁友没有提醒我买装备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对，水友没有人提醒我买装备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想那个的，没有一个水友跟我说买装备，我怎么知道呀？8月19号，打一把就能领皮肤哦。什么什么什么皮肤啊？不知道。
来吧，干干干干干！哎，痛了，交给你了。啊？8月19号打三把送100分和神话精粹，直升黄金宝箱。宝箱升级，最高级宝箱加入近三年新皮肤和近三年传说皮肤，有50%机会抽到新皮肤，50%机会抽到限定皮肤。阿乐，你是卖皮肤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打广告的。你是卖皮肤的吗？阿乐哦。我以为你在卖你的冠军皮肤呢。等一下，我这选哪个？你的每次攻击为你提供，这没有用啊，这有用吗？第三，不管了吗？听说8月18号国服还要上新人御剑传说皮肤，感觉挺帅的。哦，阿乐，卖一个皮肤是不是给你50啊？卖皮肤给你多少钱？这皮肤卖了一个多少钱？给你多少钱？阿乐，我给你双倍，我竞争，哎，就。哎，来，来了。哇，你怎么帮到两次大？我操，有点帅啊！你好像那个雪纳海克斯是那个两次大的。对。把他弄了，真把他弄了，真得把他。是，我能。哎，我要死。等一下，乐，稍等，乐，我要倒了。不行，我得拉一下。我要被狼咬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快，我死了。嘿嘿，没事，我无敌，哥无敌。等我。我操，我点了，妈呀，这个随机装备真是个垃圾，我操，给科列法穿鞋干嘛？不是我买的，那个我装备点的。哎，阿乐，我直接开打。我们直接下那个劫好吧，下劫，下大树也可以，下大树。慢点。为什么一定要杀这么肉的？要不杀劫怎么样？阿乐，快，要死了！我死了。阿乐，我们好像打不动啊。不是你买的这装备？不是我买的，我都说了，妈呀，我那个是海克斯点的。没事了。希望2v2这个模式能常驻。最后就是兄弟们记得8月19号上线，开一把就能领皮肤。我有点痛，我打得过吗？这个？哎，阿乐，我打他不掉血，啥情况？这个？这不是阿乐，这有点奇怪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掉血，这个人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掉。这打人不掉血啊！啊，我真的心态崩了。我说实话，真的，这什么垃圾装备啊？西兰刀加魔宗，科列没有蓝，你给我魔宗干嘛？阿乐，你那个冒险刀段友等级多少？我刚用完冒险刀回来的，我刚是玩了那个段那个手游。手游不是明天才能玩吗？啊，等一下。哎，看。啊？我有特权。你画了什么东西啊你？不是，你看我海克斯，你1-7叫什么妈呀？你1-7-4。哎，装备正常了，我装备正常了。你听我刷了，我有千绝大招啊。我有千绝大，你选一个有用的吧。我可以购买任意数量的神话装备。你买那个薄暮法炮。阿乐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要杀劫，我们真要杀劫。哎，看，我还有个大，杀了。大叔为什么打不动啊？把这果子 A 了。你试，我被抢了吗？不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到底这什么鬼呀、啊？开挂了吧？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不是、啊。哎，先一口子。哎，他那个被动，我操了！你看他那个海哥是我操。我这太夸张了，这怎么跟他玩嘛？他那个海哥是妈呀，怎么玩？这怎么玩的？什么情况？你去打圈赛吧，我自己玩。哦 ，OK， 嗯，是我猜吗？应该是你的问题吧，这个一杠八不要我了，不是这。这总不能怪我吧，兄弟们！我六杠六，他一杠八，这总不能怪我吧？我伤害3万，他1万5，